日常是怎樣呢？就是每逢這樣拍一拍啦，跟住就跑過去追住佢哋。好治愈的水声。喂，我哋咧就嚟到东涌站啦，见唔见到有啲咩啊？系 Milsa 啊，同埋芋圆啊，肥感极重啊！估下我哋今日去边？虽然大家揿入嚟嗰个标题，啱已经见到我哋今日去边啦。我哋而家咧就等紧下一位桑仔啊，桑仔记到啦，我哋今日嘅主角。其实佢冇迟到，我哋早咗一个钟。而家系揾唔到个巴士站，但系首先去过几次，但我都系唔记得咗。但我又有啲印象系喺第二个，即系喺入面咯，又记得系。系咪转咗个站？可能转咗咯。又开咗咯。呢个啊？哦，咁我记得啦，我嗰次系嚟啊呢度，跟住行错路咯，又翻返嚟呢度啊。Hello， 我哋到啦！经历咗两个钟、三个钟、四个钟嘅车程，终于到啦！我哋上次长洲又劲冷清，但你上次星期六嚟嘅，好似系嘛？礼拜一哦。冷清，因为冇咗你。冇咗我，唉 ，so sad， 呢个世界唔可以冇咗我。好多次咧嚟沙翁都系冇开，如果冇开咧，今日会好唔开心。我哋有几多个？我哋要十个？哦，十个都似太少。三个沙翁同三粒糯米。好味喎！呢個都係啊，佢個皮咧皮啱啱好，唔會太厚咯。但係好大個咯，即係巨型咯，係。呢度總共係有三個，趁佢熱辣辣，要快啲食咗佢啦！嚟表演啦！好，首先睇下佢外貌咧。係啊，係點啊？就係沾滿呢個砂糖。嗯，蛋散。好味，我會中意呢個多啲咯，好似蛋糕咁咯入面。沙翁喺呢個位啦。喺呢个位置，跟住转入去咧，你又见到一个东京嘅士多啦。行过呢度咧，就会见到东京码头噶啦。噔噔，东京码头就喺呢度，咁就可以喺度扮去咗日本啦。日本真系周围都系啊！呢、这个系咩嚟噶？呢、这个胶袋咯。呢个哦，嗰啲恐龙，成只恐龙咁样。恐龙。睇有咩食咯，另外哦，装修期。始终都系会有啲嘢冇开嘅。呢条桥系咩桥啊？好似叫情人桥。呢条桥唔系得 Eden 最 ancient 嗰条桥。吓系啊，演绎一次啊！你演绎到，我一齐演绎。我谂住你一人分。我可以帮你 key 下。唔使啊，唔使。这个呢个是他们两个的嘢饮，我刚才贪心饮了 Milsa， 所以我不饮得，我要吃得我自己。那这杯呢就是水果茶，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。这个是喝芝茶拉皮，试饮吗？如果大家想试呢，我建议你去诊所度加支咳水。死了，这杯好像成50元。我们到下一杯了，这个呢我不知道，不如你试一下。你试一下，你们交换吧，交换。哇，散播病毒啊！你哋试我，一啲都唔。哇，唔得，甜得好。我知啊，好似有水咁啊，我试。呢个正常咯，系，但系佢冇乜糖咁。呢个薯条咧系一个普通嘅薯条啦。咁分享趣事啊，大家。分享趣事就系，但我唔中意呢个薯条好脆。我哋不如玩呢个薯仔二选一啊！幼薯条定粗薯条？我揀幼，我揀幼薯条，我揀幼薯条，我揀粗薯条。下一个啦，薯格定薯角？哇，我两个都唔知道。吓，点解啊？我两个都劲中意。我两个都麻麻地。有冇搞错？你我哋又进行试食环节啦，你捞啊，你捞。不见为证，工具人嚟嘅咁啊。工具人，少少嘅工具人。我谂起我嗰日煮嗰个卡波尼咯，我嗰个系无条件第一，无条件第一难食啦。好似切白汁烟肉，系咯，切白汁意粉多啲，即系好多芝士嘅白汁烟肉。到试下呢个啦，我希望呢个，但系佢冇乜黑松露，似哈多士咯，普通哈多士。点算啊？你唔好再越拌越入。唔系啊，完全呢个系黑松露。
侵佔咗佢。飛完出嚟，一部分入去。你而家逼佢啊！入咗去啊！真係。我知啊，喺度啊。聽你聽。唔使，多謝。拍攝的日常是怎樣呢？就是每逢這樣拍一拍啦，然後就跑過去追著他們。你不用跑，我們現在上釜山。哇，釜山有嗎？有我見過老虎。你講真的，你分享一下你在哪裡見過老虎。是不是獅子嗎？哇，我們大家糖葱饼啊，好耐冇食过。啊，甜筒，孖条，红豆。顶，头先我咪讲咗，点解食唔得？我食，无论几肥都食，今日唔肥唔食。好晒，几肥？薯条，呢条薯条好不堪咯，件花好明显用过啦，哎呀，唔开心啊，我而家。可能得佢嗰条系。我哋嗰啲系正常。系咯。搞错啊！咦，我是有天生的综艺感咯，综艺之王赐我一条用过十次的红豆雪条。哇，其实呢个釜山咧，系五分钟嘅啫，好攰啊，叫声啊！喂，但系好靓喎，今日个天。哇，今日点解热到咁嘅？系咯，而家系一月嚟嘅喎，冬天嚟嘅，超热。见唔见到夕阳？今日嘅感觉好似去咗韩国咁咯，即系个 feel。我哋要走啦，好靓啊！好治愈嘅水声。再加上他們少少影緊相的背景聲。大物語在古代的意思。我是超忙咯，我而家爆，十萬部機喺度講嘢。大物語即是鹹濕佬咁解啊！真係噶，真噶，係啊，真噶，講真。為咗遠茶是值得的，我哋而家咧。為咗遠茶。唔係買遠茶，買咗 Milsha 係值得嘅。你個戒指係大派用場咯，因為好上鏡啊！今日係有啲熱，有啲熱嘅日子，有啲雲，有啲熱，有啲肥嘅日子咯。呢邊有桑仔記，我可以叫做桑仔神仔記。其實嗰個字係讀神仔記。